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09年8月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红树林站，12:36出发的是114次。我人生竟然遇到这种列车不提供载客服务，哇塞哦！114次不提供载客服务的过站捷运列车，刚刚那种杠杠的事情。刚刚那个，这家不提供载客服务哇，人生第一次，很少遇到这种不提供载客服务直接过站的捷运列车。谢谢哥哥，就那，拜拜。